都没。夏洛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？这是哪儿？这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什么情况？这是我家呀。什么情况？咱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知道啊。宝宝，这是哪儿？我们在哪儿？家里，这不像啊，我们不是被绑架了吧？是不是很惊讶为什么来到这里？但是已经没有你们思考的时间了，你们现在最先要做的就是找到离开宿舍的密码，赶快想办法出来，我会在外面等你们。这有个密码锁，是不是要找个密码才能出去啊？你开了吗？万一直接就是这密码。开不开啊？找找吧，找找线索。找找，找找线索。快点找啊，要不然出不去了。就咱俩一组呗。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呀。那咱这组也太强了。太强。这他们还玩得了？那咱们睡吧，等就得等一天。先找找线索吧。看看有没有，这怎么还打不开呀？这玩意儿，哎，就个数学题，根儿吗？根儿，你来做数学题。风扇是三个叶子，飞镖，二十不对，这应该是个位数对吧？对呀、啊，三个数。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这屋子里三的元素特别多。三是吧？三个三？不是，你试试吧。三个三不是是吧？不是，三个五也不是。嗯嗯，他不可能那么简单吧？我看看我的生日是不是？也不是。这儿有这个文字，向日葵，是我们之间爱情的象征。夏洛也曾经答应我会送我满屋子的向日葵。我想向日葵对于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是五朵向日葵，那是不是就是五、啊？跟五是不是有关系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五。这个手机这是什么？你唱的？我不知道啊。这像印度歌吗？不是。哎，思思，这有这个。快来和我做广播体操，这是个任务。你先完整做，是不是把这个全做了，咱俩就出去了呀？还是把这个看完了，咱俩就有密码了？那咱俩快进吧。哦，找个人，我磕多脚。广播体操跟密码有啥？请问这是第几套广播体操？再听一下。你有第一套宇宙究极广播体操。他说啥呀？青春在召唤。第一套究极广播体操，然后呢？那就证明是一呗，至少有一个数字是一。我来找新的线索。这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一丁点的范围线索没有吗？就纯纯这么找呗。哎，这儿有一个密码箱，哎，这是四个星星，代表四位。四位数的密码，这海报有关系。哎哎，左。上下左啊！